各位观众，把蜡掰掉。大可觉得你在欺负他，他要保护他，还是你要耍？这真的很奇妙吧？有看到吗？拿鸡好棒哦！你看到吗？这个肩上带着它，很帅。啊，鸟吗？大便了！啊！它咬你耶！它在咬你耶！对啊。把爸爸踢出门，我是 Sandy 吴珊如，这是哈西。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